尽是瞎转，什么也没学会。你也得了解了解业务了，跟大伙也得熟悉熟悉，这样我也好放心呢。爸，你能不能别再说这样的话了，行不行？哎，冯晨晨干什么呢？今天让他送我过去。你找他干嘛呀？我送您去就行了。哎呀，这事你别管了，马上给他打电话。啊。愣着干嘛呢？你还要让我生气啊？快打呀！上去吧，公司我就不去了。你什么情况？你还是卓家的人吗？跟我上去。哎，开了三天的会，浪费了三天的时间，本来时间就够紧张了，还在浪费时间。韩总，如果卓远集团还不能按计划落实项目，那我们可就要找其他的公司合作了。李总，我们现在比任何人都着急，但是这几天董事长确实是有事在身不能来，我们也不能擅自做出决定啊。如果你不能做决定，那就麻烦你找能够做决定的人来跟我开这个会。董事长，老李，几个月不见，脾气见长啊！还好我来了，要不然你还不得把我这层楼给掀翻了不可。哎，卓总啊，我也是着急嘛。您这身体不碍事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项目书。老李，咱们可是朋友啊，既然是做买卖，你怎么也得让我赚点，是不是？说是合作开发，我看倒像是我们卓眼集团单方面无偿援助。那与其这样，你就干脆找我的慈善基金吧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如果您认为哪儿不合理，那我们修改修改。我告诉你，这份协议必须重新商定。啊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爸，你没事吧？医生说爸的情况很不好，要马上住院，随时准备手术。知道啊，你走吧，我留下来陪你，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。不用了，这和你没什么关系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挺好吃的，你还可以，特别好吃。木木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懂事了，妈妈看到你太开心了。这个，那都是简老师的功劳。简老师治愈了穆家，
而且可以说拯救了穆家。校长您严重了，我做过穆家的家教，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你帮助易如呢，这也是你分内的事儿。总之吧，金老师，我们全家都得要谢谢你，真的。谢不能总挂在嘴上啊，咱们得来点实际的吧。简老师还是单身呢，要不你从你那些学生里选个优秀的介绍给人家。行，包我身上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手里边那些人才过年纪最小的都50岁了，不行。校长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了。这么说来简老师有喜欢的人了。是有了。妈，这么多人呢，您就别刨根问底了。你看简老师都不好意思了。就是快吃饭了，别替人着急了，还上赶着给人介绍对象，就怕嫁不出去是怎么着。嗯，简老师说你现在在做这个在线教育。是，我有好多学生都在教育界呢，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。好，谢谢校长。来来来来，碰一杯。来来，请。来来来来来，喝一个喝一个。欢迎来，您是你先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易如，欢迎你回来。木木，嗯，简老师不是从你们学校已经辞职了吗？你怎么跟他还那么亲近啊？常常来往。简老师的线上教育常常让我给他提建议，给我试讲，我给他录了好几个视频。他是刚创业，是你爸爸帮的忙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简老师今天说他有男朋友了，谁啊？我没听他说起过，今天也是头一回听他说。木木，嗯，我是你妈，不跟我说实话？我是真不知道，您问这么多干嘛？我是从学校请假回来的，我得先回学校了。您这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肯定累了，您休息会儿吧，我先走了。我还给你买了礼物，你不看看就走啊？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看来我的猜测没有错，这个被易如称作有意义的礼物，是他对我的怀疑、试探和控诉。夜深了，我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，我必须立即解决这件事了。易如，我们明天见个面好吗？可以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？是，我们明天见面说吧。好。易如，我等不到明天了。你已经都猜到了，
而且都猜对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愿意那个人是你。我一直在骗自己，我说不可能是你，为什么偏偏是你呢？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清楚了，但是没有这个勇气。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必须得面对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怎么算开始啊？第一次心动，第一次互相表白。在国外陪穆家做康复的时候。